无人问津的角色，你选择去崇拜谁呢？怨恨谁呢？假装热情的冷落，假装自由的枷锁，你最后成为了什么？燃烧华丽的烟火，绽放一次就足够了，奢求什么？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忘了谁也无所谓，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？也许很累，身很美，也许卑微，身无畏，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忘了谁也无所谓，继续追，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？也许很累。CM 比赛吧，啊，你们那个队的队长是不是郑辉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他研究生快毕业了吧？直博了都。都直博了？嗯。那么厉害了？嗯。那你有空叫你们比赛联盟队友在家里来玩啊？好啊。要不然明天吧。明天？明天是大年初一，怎么叫人家玩啊？那开学吧。好。做宵夜呢，正好煮多了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我还想给队长送过去呢。明白。那队长给我打包回来好多吃的，这已经是第二轮了，我已经吃过一轮了。那你没吃饱？我就是嘴馋了。爷爷呢？队长把他送回来以后，他就回房睡了。爷爷今天心情不错。吃完安，来我房间测测手速啊！不是吧，大年三十的，我又没赶上你们年夜饭，还要测手速啊？超过重重有赏。怎么可能？谁能超过你啊？连队长都不太可能，根本就不太可能。你再说一次。我去，我这就去测手速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还是发个信息给他。怎么都没有回信息给我啊？就你这手速，我要是你，我都没脸过年。是大嫂吧？啰嗦。
今夜有缘网吧，祝您新春愉快。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准备倒计时。为了立集团向全球华人拜年。老大，都过十二点了，我都忘记跟你说新年快乐了。老大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老大，过年了 ，Happy New Year！ 老大，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里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老大，总管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继续测手速度。今天不到150，别休息。别了吧，快去啊！过年啊！开玩笑的吧？我爸，我。你过的什么日子？哎，快起床啊！知道了。哎呀，哎，小白出去跑步去了。哎，快起来啊！你锁门干什么呀？哎，起来没有啊？起了。哎，让爷起来没有？起了，起了，起了。这。哎，这没声音，起来没有啊？开门呐！起床啊，起床啊！怎么起来了？你说你大年初一跑什么步啊？闲的，习惯了。我一年忙到头，也就春节这几天能踏踏实实的休息一下，现在全泡汤了。哎，回来，麻烦你再去跑一圈。为什么？多跑一圈，我就能在外面多待一会儿。好啊，那你陪我一起吧。走了。借我骑两圈，等一下还你。哎，爹妈起来了，爷爷早。来，那转过来坐。爷爷，你这么喜欢看晚会啊？一起床就看重播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老人家喜欢看热闹，那大过年的让看晚会了，你看气氛多好啊！是啊。哎呀，来试试看爷爷泡的茶。谢谢爷爷。嗯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挺好喝的，回味中还有点甜味。对，泡茶很讲究的。嗯，什么讲究？我不太明白。嗯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茶圣？是陆羽对吧？我还听过他说的一句话：“山泉为上，江水次之，井水为下。”对了，茶叶重要，这水呀、也很重要啊。我明白了，好水泡好茶。老大，你回来了。不，刚跑完步就想溜回房间睡觉，你上辈子是困死的吗？
爷，你别气，我再给你倒点茶。好，你买啥？乖乖乖啊！喂，菜买了吗？没。爷爷昨天说让我今天别煮。您老又要干嘛呀？今天是大年初一夜，我当然想我的孙媳妇过来包饺子我吃。你有孙媳妇吗？哎，你谈恋爱了？别赖我！行，不要在这油腔滑调了。昨天晚上我看出来了，你对那个童家的小姑娘啊没上心，我是帮你找个借口把人家接过来过年。哎，那么跟我走，午饭你负责，晚饭我来。喂，那谁接你呢？我去给你接去。爷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换点衣服，刚跑完步，好臭啊！香着呢，我。是不是害怕见岳父岳母？都坐了十分钟了，我又没做亏心事，我有什么不怕？跟着我。老大，你大年初一上门，空着手不太好吧？你不埋着什么？埋什么？当然是年货呀，像花生啊、瓜子啊、零食之类的。大嫂家有没有小孩？给小孩买点零食也行啊。实在不行，你实惠一点，你去海鲜市场买点鱼虾什么的，总比你现在空着手强吧。反正我妈是这样送的，而且好像我跟着你进去也不太好吧。车上等我。这瓜很甜的，要不要来一个？口感非常好。嗯。还有这个芒果要不要啊？哎，这个是日本进口的，非常甜的。啊，来一个吧。过年的话送橘子，大吉大利的。啊，您随便拿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要不要用礼品盒给你包装一下？嗯。啊。小伙子，走亲戚啊。这是拜年呢，还是去讨债？你什么？来了。谁啊？小韩。阿姨，我。过来给您拜年了。啊，进来吧。谁啊？我走这儿。对呀。走，怎么了？这是谁来了？哟，这谁啊？小韩，你怎么来了？各位好，昨天刚吃完年夜饭，今天不必特意来拜年的，因为。爷爷特别喜欢童年，想让我带他一起去吃顿饭。那这事儿童年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来，小韩，这东西多沉啊！来，放下饭。哎，给我放。小韩，来，过来坐。拜年那天，快去啊！
说你大老远的带什么水果啊？来就来吧。哎，小韩，你先在楼底下坐会儿，我上楼去帮你把年年叫下来啊。你看那水果篮，眼熟吧？能不眼熟吗？小区门口那家水果店买的。哎，看来我们年年在他那儿没少受委屈。咱们家年年那么乖，肯定要受委屈了。你看见他多大人了，还在玩游戏。你们俩不也是在玩吗？不是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夏琪，走这儿。韩尚元来了。是啊，说是要接你出去吃饭，不知道是他爷爷想接你出去吃饭，还是他想接你出去吃饭。啊啊！我这发型不行了，都干粘了，得我洗个头去。你不是昨天晚上才洗了头吗？哎呦，不一样的，我们女孩子都是这样的。好好好。爸，穿这件衣服好看吗？觉得外套？还行吧。算了，你也不懂。哎，爸爸爸，你看出去，出去，我要换衣服，换衣服。以前考试都没见你那么慌张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快点啊！来了，爷爷说想你了，你要是方便，和我一起吃顿饭。我方便，方便方便，我都可以的。叔叔，阿姨，那我就把童年带走了，晚饭后送回。告诉你们啊，七点前必须给我回家。七点？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没事没事，不用想着时间，玩开心了。谢谢爸爸。走了。我就说过一次我的名字，大嫂就记住了。大嫂记性真好。大嫂，我跟你说，老大除了让你做过这个辅导室以外，没有让任何人做过，足可以看出你对他有多重要。你们俩嘀嘀咕咕的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嫂子，菜在这里。我们要包几种馅儿啊？白菜、猪肉、韭菜、鸡蛋、茴香的，一样都来一点就差不多了。哎，我最喜欢吃这大白菜了。它的名字叫做卷心菜，大白菜长这样。收。我挑一个，这个怎么样？娇小漂亮。嫂子真有眼光，我觉得就它不错。好看吧？嗯。好什么好呀，褶皱这么多，越是小的越没有水分。要挑就要挑大的，水分才多，记住了吗？嗯。大的，大的水分多。
喜欢吃？嗯。拿了吧。好。这个呢？可以啊。我看队员们都在吃这个，应该还不错。好呀好呀。老大，你怎么不问我呀？男人吃什么零食啊？男人也是人啊。我想吃这个可以吗？我想吃的。想吃什么赶紧拿。好。你可真厉害。嫂子。啊。平时老大有骂过你吗？果然。果然什么？据说这男人啊，男人对外面人凶的，对家里人都温柔；对家里人凶的，对外面人都怂。还有这种说法？真没凶过你？没有啊。嗯，他还真的没有凶过我，对我还真的挺好的。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你说啥？你看吧，什么叫差别对待？平时我早被他骂了。是吗？要不然我帮你拿点吧。钥匙。哦。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？心里可裤子口袋里。卷起风暴，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。想念是种毒药，难以戒掉。有人定你是我唯一坐标。看一下右边那个表。买的茴香还得去趟菜市场。老大，你还要去菜场啊？哎，老大，这家的菜品比较多哎，哪个是茴香啊？小伙子，这就是茴香。老板，茴香多少钱一斤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，之前不都是8块吗？今天刚采的，新鲜。不新鲜，这不早黄了吗？来一斤吧。哎，这个青椒看起来也比刚刚超市的新鲜，个头也比较大。老大，要不买一点？这都蔫儿巴了，你看不懂啊？多少钱？大嫂，上。他怎么那么会买菜啊？好厉害啊！看我干嘛？没什么。我今天要吃50个。
50个。嗯，你人这么小，饭量这么大，我还没包好呢，到时候就被你吃完了。这是不是咱们先弄馅儿？机器切的皮不好吃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机器切的皮方便啊。嗯，我们不是买面粉了吗？哦，这个面粉在这儿呢。怎么弄啊？这个？百度一下。哦，你们俩带我出去。没事，我们出去陪我爷爷聊天去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真不怕他了，队长。他在那儿。先吃饺子。两个小孩不会包饺子，去把白菜给剁了。干嘛不喊外卖？买都买了，不做浪费。再说了，大年初一谁给你送外卖呀？别废话，快去。干嘛呢？给白菜看面相呢？你不是最擅长精细活的吗？那怎么一样呢？这比想象中难啊。下次拓展训练真得教教你们怎么做饭了。让开。爷爷，您吃水果。谢谢啊！大嫂，这个网上饺子的包法这么多种，到底应该怎么包呀？没有工地的人是包不了的。对。年年，你平常不读书时喜欢做些什么？啊，我喜欢唱歌，我喜欢把自己唱的歌录完以后发在网上。真的？哎呀，爷爷最喜欢听唱歌了。嗯，那您喜欢听什么？我可以唱给您。您喜欢听，蔡琴、费玉清？不，爷爷喜欢听《红灯记》的，就是那个呢。奶奶，你听我说，没听过？你爷爷以前最喜欢听这个歌了。那就。智取威虎山，你也没听过啊？没有。哦。爷爷，智取威虎山我完全没听过，但是《红灯记》我听过一点点，您要听吗？真的？来，你来一段，来一段啊！那我开始了，爷爷。小树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。虽说是亲眷，又不像人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爷爷和奶奶亲上还亲，愿这里的阿妈我也能猜出几分。来，倒杯水。马上就好了，别着急。大伙儿啊，把这个也包进去，这是给年年的新年礼物，我特地啊。没让他看见，到时候啊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脏不脏啊？消过毒的。哎，拿去啊！哎，大
过年的要发脾气是吧？你以为他当真啊？这万一以后要是分了怎么办？你再说一次。肯定是失去吧？啊，记得放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听见什么没有？笑什么呀你？还不都你惹的祸？赶紧帮进去。爹妈，爹妈，哎，请你帮手，这帮手啊！哦，那我也去吧，爷爷。不，哎呀，女孩子是要享福的，干活的事情让男孩子做。来，坐。哎呀，陪爷爷吃水果吧。好，爷爷，你想吃什么？橙吧。行，我给您抱。来，这半给你。嫂子有忌口吗？还是特地给嫂子调的虾？我没有忌口的。那就行，随便吃呗。韩商言特地给他包的，你敢吃吗？不敢，嫂子你吃。谢谢。手艺不好，大家随便吃吧。没关系的。吃，来吃吃。不，哎，年年，你有没有吃出什么东西？韭菜鸡蛋？不是韭菜鸡蛋，就什么有没有嚼到什么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？嗯，喂，怎么回事？送你的。送我的。新年礼物，你说你这小子，你教你学不会，这我本来让他呢把你的这个新年礼物啊包在饺子里边的，快点看。谢谢爷爷，我打开看了。老大名字的首字母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又不是我买的，是爷爷买的。这一看这个吃丑了，这啊，放好啊。好。给我吧。我来洗碗吧，饭都是你做的。在家做过家务吗？一点点，不过我会洗碗的。坐那看电视去吧，要是让爷爷知道让你干活了，他非得骂死我。那辛苦你了。怎么样？他不用我洗碗。没事，他在俱乐部的时候也这样，自己的碗都自己洗。哎，大嫂，你刚才和冷场王吃饭的时候说了好几句话。冷场王是谁啊？我们队长吴白啊，我们俱乐部有三个惹不起，你没听老大跟你说过吗？嗯，一个就是 Ground， 刻薄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和你说的队长吴白，冷场嘛，这两个好理解吧？嗯，那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，干嘛？我们老大。简直就是一个大魔王，大忽悠。你过年为什么不回家啊？我爸妈离婚了，他们一直在抢房子呢，我回去也不知道住哪，所以就懒得回去了。
对不起啊，我不该问这个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其实，老大常常也一个人，或许就因为这样，练就了一身本事吧。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再收拾收拾东西，弄好了吗？我先拿过去啊。辛苦大大。放这。哦。年初三我要去俱乐部，应该就没空来看你了。啊。时间还早，要不听会歌？嗯。小霍，干嘛？吓死人啊！听说你今天要来，我就特地赶来了，进屋喝口茶呀。啊，嗯，没事，你不用理他，你走吧，跟我走。你也不叫没劲了，进来什么？走吧你。长得挺帅。再见。各位，新年新气象啊！今年准备拿几个冠军啊？当然是大满贯了。为了得到冠军，我今年回老家过年，特地求了开了光的键盘和鼠标。挺有想法啊。九七，你这过个年回来，本事没长，花样倒是多不少。父亲面膜了。你懂什么啊？新年新开始，我用水光面膜开个光，保佑我今年百战百胜，气势如虹。别说战绩了，找到女朋友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来，送你一片。哎呦，谢谢。我看看啊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哇，你这皮肤还真水了不少。也没见你有女朋友啊。谁说我没有的？不是我跟你吹啊，过年的时候来我家提亲的，都踢破门槛了。啊，你行了，别嘚瑟了，快去叫老大开会。啊。哎，凭什么我去啊？怎么了？戴梦呢？戴梦啊，过年在老大家过的啊，估计被折腾得够呛，现在躲厕所哭呢。啊，唱歌呢？干嘛？说说，过年在老大家怎么被折磨的？什么折磨呀？跟你们说，老大这人吧，其实骨子里贼温柔。哦。他都不让大嫂做家务，从买菜、拌馅、包饺子，到最后洗碗，都没有让大嫂碰一滴水。哦。我就在想，我要是有个女朋友。都很难达到这样，但前提是我得有个女朋友。老大还会做饭，
贼好吃。真的假的？你心也真是大，就算老大做饭了，你敢吃吗你？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吃的还挺多的，还真挺好吃的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不管你们说什么，你赶紧走，我要洗澡了。哎呀！老大，我们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准备开会了。知道了。老大，听说戴某过年住在你家，你还煮饭给他吃，真的假的？你也想吃啊？哦，我不想吃。这次 CTF 全球邀请赛是单人赛。我们队报名的是 Grant 和97，老大带他们两个去，我留下来看着你们。队长呢？他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式。我们走了之后，剩余的队员不许偷懒，这里所有的监控录像我会从头看到尾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老大。Grant 97留下，其他的去训练吧。这次去挪威，除了我们 KK 战队，还有 SP 的人。SP 一共去四个人，一个是领队爱情，一个是小米，还有我和阴影。因为人数比较少，所以我安排大家在同一个航班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大都没问题，我们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是行程单，看一下。哦。需要给你老公带什么东西吗？不用，反倒是你吴白去训练了，需要我帮你去看爷爷吗？他比我还忙，忙着什么探亲会友的。也对，你一个孤家寡人也不需要向谁交代。没什么。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，想立刻搬进你眼中停靠，关爱卷起风暴，一瞬间把矜持想念是种毒药，难以戒掉，让人定你是我唯一坐标，心思还需要花多少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。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，天生就一对遇见了再甩不掉，这种搭配是幸福转